济公活佛慈语看重自己，不要自卑。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修行，不要像竹篮打水一样一场空，一边行功又一边造果。所以说，每一个人都要用心。普度众生是一件大事，是需要大家齐心合力，才能把它办得圆满。所以希望你看重自己，即使你是一个小螺丝钉，也是有用之处。你不要常常想，我就是有利用价值，前辈才会重用我。如果我没有利用价值，前辈就不会看重我。不要有这样的想法，你要知道，你还能够让人家利用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你还是上天很重要的一个人。你不要随便去猜测前辈对你的心意是什么，想太多只会困扰你自己。有时候事情多，想到的就不会那么周全，所以没理由去埋怨，要看重自己，不可以自卑。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行，一颗小小的种子都可以成一棵大树，所以要自立自强，要有自信，不要自卑，尽心竭力去做，所积的善因都是你家的，所以要勇敢，要坚强。老实的人是不说谎的，周厚的人是很守规矩的，你们就是太聪明了，有时候要让自己傻一点，老实修行，老实吃饭，老实睡觉，老实做事，这样子的人将来一定会成功。你们既然这么聪明，就要好好善用聪明，不要学人家投机取巧，